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推进剂在轨补加的特别节目《探梦天空》。北京时间4月20号的19:41，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宫一号”顺利发射升空了。两天之后呢，“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进行了首次交会对接。 而从23号开始，天舟一号还在轨对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了推进剂的补加，俗称太空加油。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中文国际频道也将全程关注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的首次太空加油过程。那么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过程的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对接机构专家。 晋宗向先生，你好。主持人好。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天宫二号副总设计师金广明先生，你好。欢迎您。主持人好。按照计划呀，这个天舟一号呢将会与天宫二号进行三次交会对接。此外呢，天舟一号还有一项独特的本领，那就是在轨推进剂补加技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太空加油。 目前国际上呢可以实现在轨加注应用的只有俄罗斯，虽然呢被称作是加油，但是呢太空加油过程可比汽车加油复杂多了，每一次补加的部分呢都要有29个步骤，每步都需要精细的控制。整个过程要持续好几天。太空加油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未来我国的空间站在太空轨道运行会受到残存大气阻力的影响，而逐渐降低轨道高度。为了要保持原有的高度，就必须消耗燃料推动空间站上升，这就需要货运飞船为空间站进行燃料补充。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对接之后，将通过一些特有的接口将燃料加注到天宫二号中。这现在咱们这个在天舟一号的这个对接机构上装的这个4个液漏浮动的燃气。 就是用于咱们那个推进剂补加任务，这是一个跟那个神舟飞船的话，一个重大的区别。左边这两个是那个氧化剂的，右边两个是燃烧剂的。另外两个的话，正常的话使用一个就够了，就是另外一个是备份。假如一个出故障了，再另外用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是备份。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对接之后，通过两个航天器之间产生的气体压力，把推进剂从天舟一号上源源不断输送到天宫二号上。 虽然看起来和地面加油差不多，但是要真正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既要保证它们准确的对接，又能满足密封的要求，推进剂是一点都不能漏的。这样的话，这个浮动的燃气器是可浮动的，就是说，两个对接机构对接上肯定是有一定的偏差的。咱们这个通过这个浮动来，消除这个偏差的影响，来实现一个准确的对接。 由于这些技术在地面没有办法模拟，所以必须要在太空环境中实际操作，才能够检验技术的可靠性。而这也赋予了天舟一号更艰巨的任务。整个的方案上也是全新的设计嘛，包括咱们那个从储箱到管路阀门，到这个后边的推进剂的排放。你比如说那个补加完了以后，管路那边剩余的推进剂还要排掉。 这些排放的话，是不是有安全性的问题？这些都经过大量的验证。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在4月20号的19:41，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是顺利的发射升空。两天之后呢，进行了首次交会对接，非常成功。那么也为接下来要完成的这个推进剂的在轨补加也是创造了条件。首先呢，我想请教一下，金先生啊，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一个俗称“太空加油”的在轨补加呢？ 应该说是这个还是为我们以后的未来的空间站需要的，因为空间站作为一个长时间在轨飞行的一个这个航天器，那么它是要通过这个我们这些这个动力系统呢，能够给它定期的保持它的轨道。那么如果这个动力系统要消耗燃料，那么消耗的燃料总有要消耗完的时候，那么消耗完了以后之前。 我们就需要给它补充燃料，那能够保持它的定期的这个轨道的在上面维持住。所以说主要是为空间站的这个长期使用，这个必须要突破的这么一项关键技术才行。嗯，那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为将来我们建立空间站能够正常的、长期的这样一个运行，这个推进剂的在轨加注，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环节技术。是的，空间站的建设的话，前面的话交会对接和在轨补加都是两项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空间站的预期啊是要达到10年甚至更长15年。在这个近地轨道的话，由于受到像金总说的这个大气的这个阻力啊，包括稀薄空气的一些轨道变轨所需要的燃料，就需要突破这项技术来维持我们的轨道，保持我们的更长的寿命。那这项技术其实也完全是咱们中国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一项技术。对的，这个虽然说国际上有类似的这个技术，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获得不了的，所以最后还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是自主研制成功的这一套这个空中补加的这个技术。据我了解呢，像这个推进剂的在轨补加这个技术啊，目前呢掌握这个技术的有美国、俄罗斯等一些少数几个国家，而实现这个技术的好像俄罗斯。你说对的，现在就俄罗斯是最先掌握这个技术，连最现在这个在太空中运行的国际空间站，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其中这一部分的技术也是由俄罗斯来提供的，所以目前真正应用的也就俄罗斯技术啊。那作为这个在太空技术发展领域的非常领先的美国，为什么它不去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运行呢？因为这个国际空间站它是由美国、俄罗斯和欧洲欧共局、日本等16国家牵头共同一起完成的空间站，他们的技术应该说是共享共荣啊，互通的。只要有一方实现的话，可能其他也没有必要去做。而我们国家的话，恰恰是受阻于这个国际空间站大门之外，我们是自己独立自主，必须要走这条路，要突破这条关键技术，包括早期的这个交会对接和本次的这个在轨加注也一样的。我们知道呢，其实从23号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个对接。交会对接成功之后，我们的这个推进剂的在轨加注就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呢，这个已经到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那么到底整个这个加注的这个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正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的本台记者聂聪。你好，聂聪。你好，主持人。我们的这个推进剂在轨的加注啊，到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整个的进展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我现在呢是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现在了解到呢，推进剂加注正在进行到氧化剂补加这个阶段，再过半个多小时呢，那个第一次推进剂在轨补加就可以完成了。推进剂在轨补加又可以被称作太空加油，是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核心任务之一。总的来说呢，包括几个阶段：准备阶段、燃烧剂补加、氧化剂补加、状态恢复等。首先呢，这个核心操作呢，当然就是管路连接，是通过交会对接的机构来实现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那个对接机构上安装有4个，液路浮动断接器，它就相当于加油枪啊。通过它呢，就可以它可以通过浮动实现精准对接。这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的加油管道就建立起来了。之后呢，天宫二号通过压气机把自身柱箱中的气体抽走柱箱的气压就随之降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高压气瓶中的气体把推进剂从气箱中推出来，利用气压差，推进剂自然的就可以从天舟一号的柱箱呢加注到天宫二号的柱箱里边了。这个工作，当两侧的气压平衡的时候呢，加注工作就完成了。这个工作原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的操作并不容易。为什么？从以下几个细节就可以体现出来。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增重和减重。我们知道天舟一号货运飞船这次携带了大概2吨重的推进剂，共携带了大概6吨的货物。为了安全可靠地完成这次推进剂的补加工作，为了安全可靠地完成送货的任务，不仅是推进剂补加，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必须要控制自身的体重。细心的观众可能注意到了，神舟飞船和天宫飞行器它们的太阳能帆板啊，每侧都是有4块基板组成的，然后使用的是刚性材料。但是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呢，每侧太阳能帆板只有3块基板，使用的是半刚性材料，而且天舟一号
造货运飞船推进舱里边的那个安装仪器设备的仪器圆盘呢，也进行了材料更改，这些都是为了减轻天舟一号的自重，但是增加了技术难度。第二个细节呢，就是一组数字，分别是29、10和2。太空加油过程很复杂，分为29个步骤，每个步骤都要精细控制，但大概要经过5天，所以呢，整个过程要持续大概5天左右的时间。但是这5天呢，是中国航天人历经了10年的技术攻关，突破技术封锁，然后才完成的。很多的关键设备嘛，比方说压气机、浮动断接器呢，都是中国国内的首创。另外，国际上呢，在之前掌握这个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的只有俄罗斯和美国等少数国家，而真正实现在轨补加应用的呢，只有俄罗斯。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现在这个榜单上增加了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在第一次推进剂补加完成之后呢，组合体将要继续2个月的飞行，期间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空间科学实验和第二次的推进剂在轨补加。之后在组合体飞行的末期呢，就会开展那个交会对接，绕飞和第二次的交会对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好的，感谢聂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其实呢，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可能对二位来说啊，这个无论是交会对接还是推进剂的在轨补加，每一个细节可能都是如数家珍，张口就来。但是呢，对于包括我们这个我们前方的记者还有我们主持人来说，里面太多的专有名词，太多的这种晦涩的一些，高精尖的这样一些原理，可能表达起来呢也会比较吃力一些。我想还是请金总啊，先来给我们再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咱这个推进剂的在轨补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好的，那个实际上我可以打个比方，再简单的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这个两个航天器进行在轨补加，就是说把货运飞船里边那个储存推进剂的那个箱子通过一定的压力给它挤到天宫二号那个储存推进剂的这个箱子里边，就实现推进剂从货船转移到这个天宫二号里边。这实际上这个过程本质就是一个推进剂补加，那么过程就是这样来实现的。但是要实现这个过程的话，还是需要很多很多复杂的一系列过程啊，我只是说了一个原理，这边压力高，那边压力低，完了这边就把它这个挤过来了这个就是基本的原理。这么一说，我就这个观众或者听众们都能够熟悉，但是要实现这个过程，还是有非常复杂的一系列这个过程来保证的啊。对，刚才我们前方记者说了，此刻啊，我们已经这是首次的这个推进剂的补加，已经进入到第5天了。现在呢，正在加注的是氧化剂，那么它给天舟给天宫补充的这个推进剂，除了氧化剂还有什么？还有燃料剂。还有燃料剂。对，一共这次的话，就是燃料剂和其实是这四路补加的话是装在咱们飞船前端，对接机构对接框面的四路，一共有四个，一共有四路啊，两路氧化剂，两路燃料剂，其实是一个备份，氧化剂和燃料剂的话。它这个加注的过程，在这个这几天里面，其实是每天每一路来进行的。这样的话，既保证又可靠，然后又能够就顺利的完成各项任务检验的任务和验证。就是氧化剂和燃料剂在一起，就算是一个整套，还有一个备份的一整套。是这样。实际上呢，就是其实一套氧化剂和这个推进剂，氧化剂和这个燃烧剂。就已经够用了，就可以完成这个补加的功能，就可以完成这个功能。但是呢，我们其实把两个都要试一下，对啊，来保证它的航天上是讲究，咱们航天工程是讲究这个可靠充分，相当于重要的功能和重要的这个都是有一些那个备份措施的啊。对于我们补加这么重要的这个环节的话，一定是有这个备份手段的。包括呢，刚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有我们前方的记者也说了，说这个虽然说起来简单，但是呢，实际上整个这个推进剂的在轨补加呢，其实步骤是非常的繁琐，而且呢非常的复杂，有29个步骤。对啊，在您看来，这29个步骤里面，有哪几个会就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关键呢？是的，这个问题问得比较好，就是说，之所以说这个推进剂的在轨补加难，可以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推进剂它有一些特殊的它的这个特性，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所谓的氧化锂和燃料，有一个什么特性呢？高腐蚀性。高腐蚀性。嗯，对不？高毒性。嗯。高毒性啊，就是这种氧化锂和燃料不能够像我们常规的地面加油一样，如果说它漏了，出现这个加注的过程中，补加过程出现泄漏了以后，是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危险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喷剂的一些特殊的特性，也就是这个对那个整个补加的这个为什么很困难，也起到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方面啊，就是不能像简单的这种这个工资水啊什么这种。对。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要实现这个加注，就是从两个飞行器之间进行这个喷剂的转移，因为我们是在太空中加，太空中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真空的环境，所以我们一旦就是说是泄漏的话，立即就会这个气化蒸发掉，所以我们的整个补加系统从货船到天宫，它是一个闭式的补加，也就是说我整个这个里面就是从货船到天宫都是一个封闭式的，它不会这个就是因为你一旦敞口，喷剂直接蒸发了，啊，这跟我们地面加油不一样，地面加油我们的油箱插进去就行了，所以这个一定是要保证这个叫做货船和这个和天宫整个这个补加这个回路系统里面要绝对的密封，否则的话就会漏了，这是一个比较那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要实现这个补加，就是把货船挤到这个喷剂啊，挤到这个天宫里面，那么一定是要形成一个压差，就是货船的压力比这个天宫的高。那么天宫呢，我们现在在没补加之前，那个是为了保证发动机系统的工作，它的压力已经挺高的了，所以要想实现补加，必须把天宫的水箱里面的压力降下来。那么这个降下来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补加系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设备，也是非常难的一个设备，压气机，把那个储箱里面的气重新抽回到的高压气瓶，使得储箱的压力降下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货船的压力比这个天宫的压力高，那么这样一个压差就可以实现这个把这个推进就转移过来了，是吧？这是就是说，所以这个我们叫抽气过程。另外还有一个过程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最后补加完了以后，我最后两个飞行器分离之前，因为我们那么多这个补加管路啊，它里面必然是有残留的，还有残留很多喷剂，那么为了保证这个分离的安全，必须在分离之前把那个管路里给它清理干净，我们就叫催储，就催储。所以这个呢，催储也是要保证催储干净，否则的话我就是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两个分离的时候有可能残留的喷剂在我们的对接机构附近会污染一系列的这个设备，对，所以这个是要有个催储的过程。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研制过程中也做了很多很多实验，就是在整个的推进剂的这个加注过程当中啊，这个防止推进剂的这种泄漏，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那这个是不是就给咱们这个对接系统对这个包括密封啊各方面的这种技术要求就提出了很大的这种难关呢？咱们货运飞船的话应该是13个喷系统，刚才咱们所验证的补加是属于咱们推进的，我们是属于这个对接，应该说是对接和推进在这个补加的过程中虽然是不同的这个任务和特点，事实上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一块去考虑，就是要实现补加的话，前提我们就要实现一个就是两个飞行器从远距离实现这个对接贴合，要保证我们对接之后和这个配备的四路液漏浮动断气器的这个结合要比较到位，就是说是我要保证啊，要在预定的这个偏差内能够对接好，对接好之后的话，四路浮动断气器能够进行这个插合，这是个先决条件啊。完成之后的话，我们是开展了前面的这个补加任务，在补加任务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在地面的话，从那个三个方面吧，也做了一些这个就是说措施，当然就是在这个推进和补加里面，本来说是可控性和措施也考虑的比较多，包括是防泄漏啊、吹除啊等等，就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对接和补加的相互这个充分
这个验证方面做了这个参数的分析，包括是仿真，以及咱们的对接和补加的联合实验、联合验证，以及这个补加过程中我们叫工艺，就是换不同的产品的这种互换性方面做了充分的实验。光这个按照政要这次这个补加流程的话，我们双方啊就一起这个对接和补加，应该说联合在地面做了20-30次的实验，来保证这个充分性。嗯，的确，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呢，在整个这个加注的过程当中，各个分系统要相互的协作、配合、默契，才能最终实现完满的把这个推进器能加注到这个天宫二号里面去。刚才呢，二位呢也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特点啊。那么在太空加油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技术难题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跟那个飞机的空中加油是类似的，比如说战斗机你要飞得更远，你需要在中途的话用那个咱们那个加油机给那个战斗机来加油。实际上将来的话，空间站也一样，类似的这个道理啊。空间站再过要长期飞行，都十几年的飞行，推进器在不断的消耗嘛，弥补这个推进器的那个消耗量，这个就需要这货运飞船来完成这个任务，支持空间站长期飞行。没有燃料的空间站就好比没有燃料的汽车和战斗机，但是太空加油可比给汽车和战斗机加油难多了。那到底难在哪儿呢？货运飞船跟天宫那个之间那个把液路要连通，这个对接的话你就需要它分毫不差，因为你那个在天上两个飞机对接以后，它总是有一些那个位置啊，那个位那个横向位移啊，这些偏差靠我们那个端接器要有自主的，还有一定的适应能力，既要那个在这偏差情况下能稳定的对上去。首次在轨加注推进剂啊，现在已经持续了5天了。按理说，一般情况下，这个加注呢需要多长时间？加注的时间呢，主要是由这么几个那个过程的时间来构成的。一个呢，就是说，那个飞行器对接好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把两个飞行器的那个推进剂的管路啊实现连通。对。啊，实现连通。那么这个过程呢，是要这个。要首先要检查好一些状态，然后在那个两个浮动断接器就是插合实现连通，插合好了以后呢，我们重要的还要进行整个补加管路系统的密封检查。这个比较耗时比较这个多一些，就是要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冲床器检查它的密封性的时间是我们留的是比较长的。那么作为我们第一次搞补加，这一次是相当于是要那个我们做了这个大概四个多小时啊，可能未来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补加的时候啊，这个时间我们会进一步优化减少啊，这个时间是耗时比较长的。第二个呢，耗时就是我们因为是第一次搞这个空间这个推进剂补加，所以我们那个一个个过程呢，就是说是一个过程执行完了以后。相当于我们的像地面专家系统，就是专家啊，对上面的一些执行的结果要进行一个仔细的确认，确定判断，所以这个呢就还留了一些的这个中间的一些时间啊。另外呢，这些时间呢排列的时候还在考虑到整个测控跟踪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一块呢也是，因为是第一次干，未来我们肯定是基本上这一个个过程会连续下去的。那么第一次干呢？所以有还是这个每一个过程呢，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执行完了以后由地面专家来这个力求更加的严谨一些。对，然后呢，这就是这个检录完了以后，就证明那个管路系统密封是可靠的，可靠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先把货船那边。货运飞船这边的储罐，这个准备好啊，就因为它原来储罐里面是没有压力的，我们先把它压力增好。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右边的这个图像呢，就是来自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的画面啊。现在呢，我们现场的专家应该正在对推进剂的在轨补加，正在进行着这个监控，包括呢，可能还要进行一些确认工作。
我们知道这次的天舟一号啊，升空之后，有几个任务，有三次交会对接，有三次的推进剂的在轨补加。金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因为这个，三次的交会对接我们都知道，一次呢是逆光的去对接，另外呢就是绕一圈去对接，还有一次呢是六个小时最快速度的去对接。对。哎，每次都不一样，都有特色，都有这个测试的不同的角度。那么我们的这个推进剂的在轨补加，三次它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种任务区别呢？在这个对接的推进剂的补加环节的话，应该说是对于这个功能上是差不多的。第一次的相当于是补加的量是比较多，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话主要是做验证它功能和性能可靠性和重复性上面做的更多的工作。当然就是二次对接和三次对接，跟一次是有差异的。第一次对接的话，开展对接和补加主要还有一个就是验证我们国家未来空间站所需要这种大吨位的对接，这项技术也是比较关键的。在交会，其实交会和对接是分为两个过程。交会的话是让两个飞行器，到预定的这个位置上，到预定的位置上，而且对接的话是让两个飞行器把一定的偏差形成刚性组合体。我们目前的从原来的这个载人飞船和天宫一号，都是这个八吨对八吨的。后续的话，13吨，包括我们国家空间站到百吨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规模，对我们对接的话，相当于也是一个突破。这是第一次，主要是大吨位对接。第二次对接的话，是相当于是要验证这个空间站这个绕飞技术啊，从原来的这个后效对接的话，变成前向对接，相当于货运飞船是掉头，从后效对接之后，然后掉头飞到这个天宫二号的前方去，掉80度，同时的话，天宫二号掉180度，这样完成对接，应该说验这个验证这项技术。好，关于这个推进剂的这个在轨补加的首次啊，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了。刚才你也说了，可能还需要这个地面的这个专家的进行进一步确认。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对这个推进剂的这个在轨补加呢继续进行关注。感谢二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